之道就在你眼皮底下。这场游戏只有一个规则，就是我说了算。用你的身体，用所有的力气粉碎你的敌人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。当你思考，身体就会本能的反应，合而为一。别丢球了，孩子。哦，哈哈，很好，真走运。Byron， 运气是自己创造的。我们幸运是因为比对手更聪明。我来搞定。今天的练习到此为止，明天早晨再继续。大家晚安。